这鬼天气，鱼儿都不想出门。儿子，走吧。好吧。老爸，抓住！抓住！是大鱼啊！哎。 老爸，牛为什么到海里头去了？可能这牛，它想吃海鲜了呗。老爸，老爸，你看，这是哪吒在闹海吗？乱成这个样子。 来到海王工程深海空间站，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地面100米的水下，这里也是四大基因实验室的核心枢纽。空间站最外层是一座封闭的超大鱼缸，缸内培养着一条用于基因实验的鲨鱼。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，全球每年新增1000多万癌症患者。 每分钟就有7个人被确诊。如各位所见，我们通过研究发现，鲨鱼体内含有天然的抗癌物质，只要通过基因改造，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取。Mr. Chen, I heard your medicine can deeply depletion and growth of cancer cells. No, 我刚才所说的。 是完全治愈。科学就是不断的探索，但我相信我们的改造会造福更多的人。所以，我们不仅仅是改变基因，而是改变整个世界。很高兴各位今天可以和我一同见证这个奇迹。请饲养员打开舱门。 松毅呢？松毅去哪儿了？松毅呢？松毅，开舱门啊！松毅，办正事儿呢？这是什么开？松毅，赶紧起来干活了！哦哦哦哦！行，大哥，大哥，这干活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 哟，你累死来了！哪儿去？松叶，松叶，工作。老板让你展示一下鲨鱼呢。没问题，顺着鲨鱼就行。我们是通过拟声信号波来控制鲨鱼和定位鲨鱼的。这种拟声信号波也是鲨鱼的最爱。这不是鲨鱼的最爱，我尝试了上千种脚，这个。 才是鲨鱼的最爱。你看，对，鲨鱼是天生的捕猎高手，当它锁定目标之后，就会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直冲向目标，撕咬着不放。我们现在就来钓鲨鱼，这只鲨鱼身长4米。
重达3.2吨，拥有10厘米的锯齿，可以在黑暗中捕捉到水中的电干扰，3秒内锁定目标，1秒撕碎。鲨鱼有5000颗牙齿，可以瞬间将钢筋咬断。谢谢谢谢。各位，你们刚才看到的，就是这个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且最强大的鲨鱼。Bosses are here. Who wants sign the contracts? Please follow me. 各位，马上启动第三阶段实验。准备开始吧。把这个剧情啊，没错，这好像火得慢。我感觉他这三个人太有情绪了。钱总，最新的活检结果还没有出来，现在贸然进行第三阶段的实验，是不是太冒险了？你也看到了，鲨鱼对新基因的接受状态良好，实验完全没有问题。可是，叶博士，伟大的胜利和成功总是伴随着风险，我们要敢于尝试和突破，这也是你父亲的意愿。开始进行人体灭菌消毒，准备基因数据编辑，分析遗传密码序列。基因转移准备完成，是否开始实验？准备进行注射。好的。好，准备。实验开始。开始将目的基因导入宿主体内，宿主生命体征反应，血液生长激素浓度升高，导入程序被迫中断，准备进行重新注射。实验体生命体征稳定，基因融合完成率已达100%，基因转移成功。成功。悠悠，你怎么来了？辛苦了，叶博士。我带悠悠出去玩会儿秋千，一会儿还有事儿，你忙完了帮我接一下他，好吧？好，去吧。姐姐再见。
拜拜，拜拜。看这里，哎，看爸爸，哎，看爸爸这环境好不好啊？这里有大鲨鱼啊！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下个月就是我生日了。等宝宝女儿过生日的时候，爸爸就回去了。爸爸不可以骗我。当然了。太好了。不聊了，爸爸有工作，拜拜。不好了，鲨鱼的身体各项指标急速下降，心率也很弱。鲨鱼怎么了？鲨鱼部长，怎么了？鲨鱼怎么了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？快快快！抓紧抢救！快快抢救！快快快快快！把手机给我，快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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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姐，信号说没作用，先正常。快快快快！下降这么多，是啊，情况下降，大家抢救，快快出动！马上出动，电梯！已经检测不到心率了，心率没有恢复，心率变成越来越小，真的太痛了。尝试用信号波引出鲨鱼，正在实施抢救。怎么这样？你那边怎么样？啊，大家快过来，过来！怎么样了？设备正常，一切正常。这边昏死了，信号波没作用。鲨鱼是不是死了？别胡说八道！不行，应急医院没有作用。出什么问题了？这该怎么救啊？装死？不可能吧！这不可能！这么高的鲨鱼不可能装死。怎么了？快快快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看啊，傻了这是？鲨鱼吃人了？啊！你快杀杀鲨鱼！啊！你们到底对鲨鱼做了什么？这是机密，你没有资格知道。我去！哎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奇怪，这上面显示鲨鱼荷尔蒙提高，神经系统异常活跃。这说明了，说明了什么？你快说呀！鲨鱼怀孕了，怀孕了，怀孕了！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只鲨鱼是公的。鲨鱼怎么是公的？我知道了。嗯。不科学。不可能。有没有可能，鲨鱼长期被关在这个池子里，太压抑了，而变成娘炮了呢？啊！怎么可能啊！开什么玩笑！单细胞繁殖。鲨鱼为什么撞玻璃？所以，你跟他接触最多，怎么控制他？这也是机密。你也没资格知道。这玻璃结实吗？问你结不结实？这是美国进口的防弹玻璃，狙击枪都打不坏。
你他妈不是说狙击枪都打不坏吗？
宋毅，你能不能手准点？那你来射，给我弹掩护。这怎么办？今天鲨鱼很反常，我不知道麻药在他的体内能够持续多久，我们得想办法打开门离开实验室。说得轻巧，谁不想走？这怎么走？鲨鱼就在水里面，多危险啊！下水。你疯了吧？鲨鱼要是中途醒了，我们都完蛋。对啊，我们现在至少是安全的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要是等他醒来，你们就是他的外卖。下去吧。叶信，你干嘛？你都不要命了吗？眼镜，轻点儿。快点，跟上。袁静呢？袁静呢？鲨鱼！袁静！袁静！鲨鱼也没了啊！袁静！袁静！袁静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救命！救命！快走！快走！快！快点！怎么回事？袁静麻醉时间都一个多小时，怎么这么快失效了？袁大仙已经越来越快了，普通的麻醉剂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。现在该怎么办？三女，别拉我！救我！走开！快救救我！护士，别拉我！救救我！吴博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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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带大家把东西搬开，从安全门出去。好。啊，你呢？我去遛遛他。大白怎么办呀？怎么办？一定是电路板烧坏，门已经被锁死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害死了顾博士，你知道吗？什么叫我害死了他？啊！当时鲨鱼追的我们两个人，两个人只能活一个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算了算了，去！我什么黄胡子？一条沟，我去，他不会到地上来了吧？刚刚难道是这个家伙在钻墙？啊！我们一直养的到底是鲨鱼还是泥鳅啊？我们得赶紧去安保站，这里恐怕不安全。快走！Oh.
佐爷，是佐爷，佐爷！快跑！休息一会儿吧，鲨鱼应该没那么快追上来。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哎，坐下。叔叔，你还好吗？叔叔没事儿。叔叔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？那海里的玩意儿，它都上了岸了，这不科学啊！这你们到底对鲨鱼做了什么？松毅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这是机密，你没有资格知道。好，花鱼，我们走。你别威胁我。海王工程。啊！你们疯了吧？啥是海王工程？我们把鲨鱼的基因和其他动物的基因进行了融合，可能导致了它的基因异变。
海王工程本来是为了救人，结果你们到底融合了什么基因，能让鲨鱼跑到陆地上来？蚯蚓，蚯蚓，这样的蚯蚓吗？蚯蚓具有再生能力，而且可以无性繁殖。我们尝试了上百种的基因动物融合，但都失败了。最终只有蚯蚓能够被完美的融合。它现在的攻击欲望这么强，应该是迫切的寻找产卵的地方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一直被一条会咬人的大蚯蚓追着？是吗？鲨鱼一直追着我们不放，一定有什么原因。身上的血腥味把鲨鱼引过来的，他现在马上就要死了，没用了，我们把他踢出队伍吧。啊，兄弟，救我们一命吧。行吧，兄弟，不行，他们疯了吗？你以为你是在救人吗？你是在杀人，你会害死我们所有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干嘛？如果非要踢出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你。你们都不想活命了！我去，大蚯蚓来了！小心！小心！蓝鲸，停！
都冲上去，两侧夹击。你知道我们公司为了研发它付出多少心血吗？它必须活着才有价值。你知道它杀了多少人吗？这重要吗？在你的眼里，人的生命还不如这个怪物吗？这东西能救更多的人，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他。你才是个疯子。我是疯子，你是捕杀专家，现在需要你的帮忙，就像当初你带他回来一样。老子不干了。杀人了！松叶呀，很感谢你对悠悠所做的一切，但是现在不是商量的时候。只有你最了解这只鲨鱼，所以你需要它。鲨鱼必须活着回来，否则……其实你可以不用来的。总以为你能解决所有的问题。五年前也是在这儿，你和我爸整整追了他30海里。很抱歉，我没有救到他。换作是现在，他也会这么做的。那是他的梦想。也行。老板，那鲨鱼都变成怪物了，为什么还要留着它？就因为它成了怪物，才有价值。怎么回事？
细胞的无限繁殖需要大量的能量，所以他一直在进食。我去，那他的胃口得多大呀？快看一下他的位置，鲨鱼的基因排列紊乱，可能还会产生持续性的变异。鲨鱼距离信号波太远，他接受不了信号。他现在在什么位置？按照行进的方向，不久后他就要登陆莱恩岛了。那里人口密集，人们都会成为他的食物。躺鱼，快拿掉。好，开船。不，在刷酱啊。任何动物遇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呢，它的灵魂会和它产生共鸣，这是动物的本能，而我把它叫做胖鱼定理。
听着，追踪鲨鱼最后定位消失的位置，马上全力搜索。楚墨，苏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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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叶心，苏音，叶心，叶心，叶心啊！啊！Thank you.
你过去看看。老板，安全。叶欣，没事吧？快起来！你要我们做的事情做完了，我们走了。站住！你什么意思？松叶，问你个问题，你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最有价值？可是养鲨鱼的，你们这些老板的事情我哪儿懂啊。其实很简单，你有的别人没有，你懂的别人不懂，这就是价值。如果我这个东西做成生物武器，是不是更有价值？绝对不行！我们当时研究它，是为了救更多的人，而不是让它成为一个杀人武器。其制药也是为了赚钱，搞生物武器也是为了。我当然选择更有价值的。好，那就让它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家伙。
快活！集中火力！目的是发现发现目标。不能两个人在一起，不然都得死。不行，要跑一起跑。叶心，你听我说好吗？鲨鱼融合了蚯蚓的基因以后，可以陆行，表皮坚不可摧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它的体内也发生了改变。蚯蚓的腔体只有胶原纤维形成的一层表皮膜，十分脆弱。如果把榴弹射进它的嘴里，就一定可以杀了它。不行，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宋宇。听我的。快走，走啊！
少爷，少爷。